奴才有一样东西，能在不知内，人首级，神不知鬼不觉。那东西叫什么？血滴子，意图造反，死有余辜。明枪不如暗箭，干净利落不留痕迹。哼，这两位御史敢作敢为，圣上为什么要杀他们呢？命天亮，命了人性。你的属下马腾欺君犯上，朕命你将他处斩。你再三的救我，我该怎么来报答你？ 我心甘情愿的，我们相信能有一个晚上睡得安稳。我们的脑袋早就不属于自个儿的，不会怪我不顾父子之情吧？我的手老是在发抖，冻伤，我下不了手。马大哥，快来大嫂回房去！我们能吃苦，一定能活下去。我们没有人性，没有亲情，我们全部是人，只是圣上的杀人工具。